阳刚气很重，真的。两个排打的不怎么样，我觉得你排打的一定比他好，还是因为你在我后面，是我在前面，大家的你很可能他压力大。我昨天在那边，你也说我打得很好，因为他没看到，压力不会那么大。他昨天做对了，你也说他打得很好。对，还有说啊，不要走远路啊，要走近路。像刚他有两次都一上替，他把他打成变成两上替。好，现在累计的是17100哦。哇，第一 round 8800，第二 round 8300，要靠你刚才自摸来一把，要不然的话只有5000-6000而已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的奖金起码20000多了。来，你的庄家，五，好，西风冠军的4把牌，第一把我们来看看庄家博敏的牌，来，熊熊，来，人二，人七，人七。人妻错过的位置，人妻都出来了。白板，大嫂，大嫂，七。我要看人二是苦有多好。七，没有。9万，吓的，人都被吓跑了。成功，吓跑了。红中，现在换我，你应该不紧张了。然后轻松多了。红中。瞬间会打得很好，对，自己觉得，因为没人看，没有压力，压力是让人成长的动力。吃一个，很甜哦，5万给你。北风，9条，八头灯公。靠！你想拔他的，连吃2张。啊，我开始盯了。二嫂，再给你一个。又是二嫂。对。二嫂不吃了。你不吃了，不敢吃了。不敢吃了。5比0。功夫。红中。来。风，3条，5比0，好赢啊！是，糟糕了，白皮，我的天，要吃3张啊你啊！5把桶他都要，北风，4比，碰一个，妖兽，怎么的？7条，尖尖的。八哥，17000，7条，就他放炮，你相不相信？好，怎么这样子？不会，8万，5、8一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像？你有被吓到对？抖两下，会演。戏精是那个，来7条，这么好吃啊！对不起，开始当自己家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二花，哇！鼓掌，鼓掌。9万，我是先鼓掌，我怕有时候摸错的时候不能拍，先拍。难得对一次，还有。放炮啊！不会是我吧？可是人家听懂吗？好像你吃成麻饼，我叫我什么？叫你什么？叫我神代王？真的是我？没有。吓又吓到，很碍眼，很碍眼的。烦哎，五代王。9条。什么？跟你讲哇，7条的牌。我胡什么？我放枪。没有了耶，人二放枪，没有了，6、9没有了，中二没有了吗？哎，真的耶，哎，所以我说东风胡第一排没有，没事，打麻将而已，啊，屁胡 OK 的，西风冠军战的第2把，刚刚放了一炮还好，500，来，庄家，15。
新婚冠军战的第二把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当然，人二，人五，人六，我们兄弟人五人六，人五人六，换我吗？是是的，鸡，大嫂，五花，南风。男的，男的，再一个鸡，这么多鸡，又抓鸡又抓男，东风，哇，这只是牌，对，北风，这样也可以，怎么会想到一些地方去？没有，没有想，东风直觉，四条。西风，回来啊！没事啊，麻将而已嘛。他累了，他想回家。家好远啊。西风，北风，西风将来了。白皮，调酒，对一个，红中，中，九万，七个，八万，五条，我一直坐过位置不是很好，白皮。关一丢，对，八万都是夺名牌，多吗？发财拐了一整个，真的。七条，动一下，来，谁碰二条？桌子好牢固哦，桌子一定要买特别好。嗯，不要这样敲。六万，三万。九万，哇塞！发财，对一个。神魔手，对，九万。谁碰？没有。又是六万，五条给你，五中，六条，三。看牌不要出声音，这样我会骄傲。一条，果然是气势取胜。感觉要敲桌子好像比较强。但你敲会被他骂啊？我不会，不会。七条，也没有能，没有人能力比我好。七万，我还好。放炮。五笔，七条，这牌你要抓到手上，只能抓一卡。八条，下车，五万，五万。东风，还有东风可以打，一万，砰，下次，五笔，抓牌，四条，七万，黄了，红中，
虽然我那么漂亮，通风，还有这张可以通，流票，花，北风，一人剩两张，八条没事。车了，转弯。五万只应该还有这一张，这一张牌啊，五万，三万，这个两张，白皮，手上一拖拉苦，都没听，可怜了，不要冲。哭了，可是他真的要打，知道了，没有，我在考虑，他不会打，抢夺，很无聊哎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随便抓抓，他本来就是会那个夸张哎，剩最后一张了，他不会打那个，来牌倒下来，很扯，直接抓，哥你不要用他，真的很好赤裸，很赤裸，我刚已经要打这个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会打。他会，没办法。我本来要打，但我后来想算了，冰张两张，又不敢打。四张抓回来，六张，六张，七张，我的八张，听空气。波烂的牌打到这样子，我一看就知道没有了。这个牌一看就知道黄庄的牌。好了，七分冠军战的第三把。他觉得你很变态，太猛了，好可怕、啊。来，女庄家被哪个吓到了？没关系，吓到都被他们两个摸走六九饼九。好，西风冠军赛的第三把，我看庄家人二，人三，人海，人四，人来，人五，二三四五，完不？哎呦，我们都不用取名找了，南下庄，一二三四就好了，很方便哈。北风。南风，北风，西风，八饼，东风，碰一个，九饼，碰一个，发财。七条，太漂亮，吃不到。发财，红中，白皮，二条，八条。八条，一万，春鸡，不吃，养肥一点再给你，好吧？你瘦，改嫁了，二少改嫁，下大雨。二勺，二饼，出，红中，红中，西风，一饼。白板，一万，一万，红中，九条，
怪。九万。哈，说奇怪，这个牌怎么贡献不出来？七万。六万。七万。对碰对摸，碰摸七万。四刀。七条 ，again， 春鸡，白皮，发财，一万，再一张春鸡，猜对。这个牌又被抓一砍，命不好。七条，命不好，自摸。哎呦，我说刚才了，打的话，二万，很烦，哎呦，会相信西方，我很容易相信，演太好了，七万。一花，花，对不起，二花。没关系，我们刚刚有拍手过。我们成功过一次，捡过来的。奶奶，要玩吗？不要玩啊，没品子啦，牌底都没有。不玩，吃了打三饼怎么打？西风，打不了。都这样讲，二万。八条，哎呦，三只雨伞，哎呦，三个七条，这么多，又黄吗？哇，白板，又下车，一个没胆的小子，还烂，好，两张，我海底，五万，一二三四五，七张花，还有一张花。去，四条，你没听？没听，我知道。我也没有。九条，我知道。他也没听。哎，哦，有紫光。来，快找下来，我看看有几张。没有听。看到没有？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，哇，我还有三张哎。哎呦。那你一。没有定了，来，只有看我什么海底，各位观众，看一下，来哦，看第一层上层，两张，两张，哇，剩下一张，剩一张，剩一滴啊，不可怜啊啦，宝宝真的，哦耶，加准了，你真的是神，什么都厉害，神摸奶你，我真的神摸奶，来哦，来哦，他还没摸过，好厉害哦。专业，哎，可怜呐！打野，这么漂亮的牌，黄两庄，会不会以500就500取胜吗？就取胜了，可以。看这一把，加油啦！500之差，两万多了，七分。七分冠军，但是最后一把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乃仁，博敏，来，熊熊，来，不仁不义。还打个牌，大概有80个名一笔，条，名字超多，鸡，我靠，那么烂的牌，要洗牌知道吗？这样有用啊，我要学。该稳的就不看，跟你讲也是该稳的，呀难，怎么洗？就是一直翻三次，好像那个太难翻了，翻看看呢、啊，没有他翻下来，翻出来就翻不回去，不了，来不及翻回去，来不及翻回去，全部都看光，起风只会躺下来，不会翻身了，北风是什么？为什么都会歪？为什么都会歪？弄一个白板，
一万。一秒。红中。九万。七个。九万的。哎，碰啊，碰最大，碰最大，没事，碰最大。Sorry， 七条。他累了。他不想卫冕了。他想回家。想回家。他累了。他想去找。他没有载到那个彰化女生。没。六条。他太强。哎呀。发财。东风。被奶哥吓到不知道怎么打牌了。他现在没有看你，你还怕？我说只有那个女生，彰化那个吓到吃手手。来五饼，五饼，北风，那么多只，东风，南抓牌。九饼，四饼，四饼，七饼，六条。七条，八条，一慢，白皮，此风，不可长，南风。此风三万，碰一张八万，无所谓。二嫂，哎呦，吓到我了，真的容易受惊，容易受惊的女人。哎，不吃抓也是有事情，吓死宝宝了，不被。这玩意儿可以打进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厉害。男神，刚刚那什么鬼东西？叫我。哇塞！爸爸，快拍手！哇，我见证了一场奇迹耶！我靠，牌有多烂啊？绝八万！天哪，好强哦！独定八万，四摸。庄家心情好，很开心，而且他听很久了。我没牌了，他听很久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哇，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被淘汰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先恭喜仁二可以回台中了啊！恭喜。